然后呢，我们是团体第七组，那我们带来除了那好，选择面前可能的爱。的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，一直到今天才始终不明白，只要被决定到底该不该。还记得那夜的陪伴，忍住泪关上门，你故作坚强离开，然而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，转身中充满了脆弱无奈。每个人都期待早点遇到真爱，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。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，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。人海中寻找合适的爱，好像童话里那千贝壳的小孩，到最后才了解已错过的真爱。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，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。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，只可惜我们心中还是有许多感慨。每个人都期待